请掀开经本，课会第20面第一行：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国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执中得本，至心回向。于僧伽罗无不随者，若有续卧，闻我名字，即自悔过，为道作善，便持警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无福根三恶道，即生我国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一章是第21愿，悔过的僧愿。这个上一次有没有讲过？这一愿主要的是说，去世造作恶业的人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自己可以说的，都包括在这一愿当中。往昔今生造作的恶业太多了。从这一愿，我们就很清楚、很明显地体会到。待业往生，过去曾经有人说这个待业不能往生，这一愿呢就是允许待业往生。愿文前半段。给这个位移的，就是康僧铠的本子，第20愿相同。那么后半段下莲居老居士是才。汉译的本子，跟无译的本子，这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。这个本子的好处，集五种原译之大成，文字都没有改动，真正是。消身一浅让我们现在人看到了，比原这个五种原译本当中的任何一本，读起来都非常顺畅，经意非常明显，让我们对净宗升起信心、愿心。发愿求生净土，功德利益无量无边。经文一开端，我作佛时，我是阿弥陀佛的自称。他在西方世界已经。成佛了，世尊为我们介绍，成佛到现在已经有10劫了，可见得他每一愿都兑现。下面说十方众生，这一句话是十方
蓄势作恶的众生。我们读了这一句，非常的欣慰。下面这是讲我们在这一生得度的条件，只要具备下面所说的条件，往昔今生造再重的罪业，都能得生净土。这个立业是一切经论里面佛都没有说过的，我们要格外的珍惜。条件是闻我名号，系念我国发菩提心，这个三句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往生的条件。闻，这个经是大乘经，是菩萨修学的法门，不单是大乘经，是大乘当中的大乘，一乘当中的一乘。我们在本经一开端就看到了，无量菩萨借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这是经文第一句。所以不是普通的菩萨，是普贤菩萨。那么菩萨闻我名号，这个闻就不是普通的听闻，是属于菩萨所修学的三会，闻会、思会、修会。这闻里面充满了智慧，不是普通凡夫之闻。凡夫虽然闻了，他的立业了，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善根，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。为什么不能成就？他没有慧。什么慧呢？戒定慧。菩萨的三慧也是戒定慧，慧里面有闻慧、有思慧、有修慧。我们闻了这部经，具不具足智慧？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往生的重要条件。这个慧从哪里看？闻了之后你就相信了，你能够理解，深信不疑，这一生当中决定不改变方向。这是智慧啊！为什么有些人最初相信这个法门，往后就退心了？我们很清楚，他没有定慧。
焉能不退心？对净宗，对阿弥陀佛，认识不清楚啊，了解的不够啊，对自己现前生活环境、娑婆世界也没有搞清楚啊，所以他的心犹豫不决。进进退退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学人的现象，这缺乏定慧。具足定慧的人，《弥陀经》上讲，善根福德，所谓是不可以善根。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善根是慧，是信解；福德是行，老实念。老实念的人有福。老实念的样子是什么？万缘放下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放在心上。心里面所牵挂的。我说牵挂了，大家好懂。经上讲细念，细念我国，细念就是我们讲的牵挂。事出世间一切事都不牵挂了，只牵挂一桩事情：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常常把这个放在心上，这叫念佛啊。念是你心上真有啊。你看念这个字，这个字很有智慧啊。上面是经，下面是心。就是现在心上有，这个叫念，不是口念啊。口念心上没有，不叫念佛。古人常讲的，口念弥陀，心散乱，心上没有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最重要的，心上有啊，这个才叫念佛，细念我故。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极乐世界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怎么个心念法呢？读经就是心念。所以我劝同学们修学净土，先将《无量寿经》念三千遍，什么意思呢？三千遍念完之后啊，你就有细念我国了。不能少啊！少了怎么样呢？少了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忘掉了。起心动念还是娑婆世界，是非人我，名闻利养，利害得失，天天念这个东西，
这是念六道轮回呀。念贪嗔痴就是念三恶道啊。设法界，业系种子，我们每一个众生，通通具足。可以说这是平等的，平等因呐。设法界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将来到哪一个法界去？这是我们先前选择的关键。我们将来到哪一道去？这部经是叫我们去成佛去。啊，设法界里面呢，佛道啊。四弘誓愿的佛道无上誓愿成呢，这个经是叫我们走佛道啊。要走佛道，只要系念我国发菩提心，具足这个条件就行。这个事情不难啊！难在我们是不是真的觉悟了？真正觉悟，事出世间，一切诸法了，统统放下。这个放下，诸位不要误会，不是说事放下，是说你心里头的牵挂放下，事情要做。虽然做，心里头不执着，决定没有分别执着。这个人真的有智慧。啊，二六十种。当我们有事情来的时候，啊，佛号放下，专心去办事。事情办完了，心里头痕迹都不落，只系念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这个人叫修净土啊。只是这个因念，这个念头转过来了，无量界所造的业障都消除了，这是实在的话了。所以这一这个"系念我国""系念"两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系念就是专念。一心专定，发菩提心。你看，世尊在本经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，告诉我们，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幕后一段。这是修学其他法门
回向求生净土。过去慈州大师判作业心三昧，判得好。往生的条件，世尊给我们讲了最重要的开示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细念我国是一心专念啊，是一向专念。发菩提心重要啊！经文为什么不把发菩提心放在前面？啊，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悉念我国，岂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为什么要把悉念我国放在前面，发菩提心放在后面？这个有很深的意思。一心一念的人啊，菩提心才发得起来啊。心思很乱的人啊，妄想很多的人，菩提心怎么能发得出来呢？可见的这个经文顺序是有很深的意思在啊。啊，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的。一向专念呢，原来就是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呢，就落实在一向专念上。菩提心是大觉之心啊，真正彻底觉悟了。对于法界一真庄严，离世因果通达明了了，这个叫菩提心啊。明了，这就不迷惑了。于是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就不再用轮回心了。啊，用轮回心，念佛也是造轮回业，也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细念重要啊！细念就是放下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轮回心放下。一心是真一心啊，《弥陀经》上讲的“一心不乱”，一心是真心。二心就是妄心。同样一个道理，一法是正法，二法就不是正法了。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到，印宗法师向慧能大师请教，禅定解脱。啊，能大师在黄梅亲近过五祖忍和尚，啊，印宗向他请教，忍和尚平常跟大家讲经说道，对于禅定解脱是怎样讲法的？
慧能大师给他的答复是：禅定解脱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。印宗不容易啊，一听之后啊，他就悟入了。佛法是不二法了。佛为了教化初学方便，建立许许多多名相，不会的人反而被这些名相迷住了，会的人啊，点点头笑笑，世尊无论讲多少名相都是一法。由此可知啊，无量无边的言说名相啊，不过是一法的方便说而已。正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一皆是多，多皆是一。应该怎么学呢？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懂了，你就会了。马明菩萨教人，听教闻法，要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这三句就是立妄想分别之主。立妄想分别之者，千言万语是一法，无量名相是一法。华严上说的一皆是多，多皆是一，一多不二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所以会听的人听的是一法了，不会听的人哦，听了好多法了。好多法是世间法，一法是佛法。我们要有本事学会听呐，学会看呐，千经万论一法。不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留下来这一部大藏经是一法，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一法，会吗？华严上说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性识是一法了。一真法界、十法界、一真庄严，不都是一法变出来的吗？一法变出来，怎么会变出二法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也是一法了。难怪呀，禅宗里面开悟的人啊说，虚空法界是沙门一枝叶的，就是说这一段事情啊。这是菩提正觉现前，菩提心现前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
处事待人接物，自然就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是妄心啊。什么是妄心？一般人也听得迷迷糊糊的。那妄大概不是真了。什么叫妄呢？也搞不清楚。我们再说白一点，说得不好听一点，你就懂了。虚情假意。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都是用的虚情假意啊。你看到哪个人用真心啊？真心永远不变，那是真的。凡是会变的，就是假的，就不是真的。今天我看到你欢喜你，明天看到你讨厌你，那这是假的吗？不是真的啊。诸佛菩萨、阿罗汉他们用心是真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对一切众生的爱心永恒不变。你骂他、欺负他、侮辱他、陷害他，他对你的爱心从来没有衰退一丝毫，真心啊！诸位要知道，真心就是佛心，真心现前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成佛了。依旧用妄心，那你还是六道凡夫，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菩提心是真心。菩提心的自受用，身心。身心是什么意思？清净平等，清净绝不染污，染什么？现在的话讲，病毒啊。你看这个世间奇奇怪怪的病，我们说病毒，大家的印象比较深。清净心决定不染病毒，所以你的心健康啊。平等心对于一切诸法决定没有高下，清净心生定，平等心生慧。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是平等的恭敬，平等的尊重，平等的礼敬，平等的供养，这是自受用。他受用则是大慈大悲。我们今天讲的无条件、无私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这个就是大悲心，是回向发愿心。
我们凡夫，往昔今生造的恶业太多，所以惹上了一身的病痛。这个病痛有身体的，有心理的，心病比身病还要麻烦。心不清净、不平等，我们生理上有病，很不容易调养。如果心理健康，心地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，身体有一些小病，很容易恢复正常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。我们这个身体是静的，静随心转，心理健康比生理健康要重要啊！真正讲求健康啊，心理占90%啊，生理充其量不过占10%而已。佛是大医王啊，教导我们怎样调心。佛十号里头有调御丈夫，调是对心来说的，御是对身来说的。用什么调心呢？用定，用慧。用什么调身？用戒律。戒定慧三学，调顺我们的身心，所以称之为调御丈夫。世尊用这个方法成就自己无上道，又帮助别人了生死、处三界、成佛道。这是菩提心的落实啊！发菩提心的人必定是这样做的。那么没有这样做，我们就很清楚了，菩提心没有发了。阿弥陀佛在此地教我们，不但要息念，要发心，细念跟发心要坚固不退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永远保持才行。修行正果，最困难的就是保持。一般人发心很容易，发得很猛啊，退得很快呀。谚语里面说得很好，说学佛一年呢，佛在眼前。非常虔诚啊。学佛两年呢，佛在天边呢。学佛三年呢，佛化云烟没了。
那怎么能成就？坚固不退的人就成就了。为什么你会退心？刚才说过了，内没有戒定慧的修养，外面恶缘诱惑的力量太大了，外面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呐，都在那里给你招手啊，都在那里诱惑你啊。只要你心一动，你的菩提心、你的正念立刻就丧失掉了。保持太难太难了。世尊对这个事情非常清楚，非常明了，不但苦口婆心教导我们，而且还表演示范做出来给我们看，做出好样子给我们看啊！如何能够坚固不退？唯一的一个方法，安贫乐道。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所表演的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为什么不建一个讲堂，建一个精舍？这个东西一有了啊，诱惑就来了。我们冷静想想，是不是？诱惑来了，我们就坚固不退，这一句就没有了。你的心在你那个道场，把阿弥陀佛忘记掉，把极乐世界忘掉，一念念的只有你的自己小道场。怎么样叫它繁荣？怎么样叫它兴旺？这个心念轮回的念头，出不了三界。顶多就在佛门里面修一点福，修一点福报。慧能大师讲得好，此事福不能救啊，此事是讲生死大事啊，修福没有用啊，再大的福报不能够解决生死大事，福不能有。福不能救，我们就不能够刻意去修福。要学诸佛菩萨断恶修善而不享福报，福报给一切众生去享。释迦牟尼佛一生他的行持
我们要细心观察，冷静地去体会，认真学习。他曾经接受不少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礼请。讲经说法我们在经上最常看到的奇数几乎多有，注灵金舍这些道场都是在家居士经营他来请佛，佛是暂时住在那个地方。弘法了，这一部经讲完了，法会圆满了，佛就离开了。这个给我们做最好的样子，教导我们怎样才真正能做到坚固不退。对于世缘。绝不放在心上。这是正确的。佛法到中国，中国的国情跟印度不一样，中国的文化背景。风俗习惯跟印度完全不相同佛法不是定法，佛法却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所以到中国来之后，印度这些高僧大德。随顺中国的风土人情，也穿中国人的衣服了。我们现在穿这个长袖子的这个海青汉朝服装海青是汉朝的服装，宽袍大袖啊。印度这些高僧到中国来，也跟我们中国人一般打扮呐。我们中国人看到欢喜他跟我们是一家人呐，不是外人呐。那么中国帝王做护法。供养他居住弘法的场所给他建个道场在中国第一个道场，诸位都知道，白马寺称作寺，可见得不是出家人并没有把这个道场送给出家人。而这个道场是政府办事的机关，古时候的制度，我们就论以汉朝而论，那个时候朝廷里面所设的办事机关。宰相下面呢，称部，他有六个部礼部、户部、兵部、刑部，礼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育部，兵部这是国防部，刑部是司法部，户部是内政部。
那个机关的名字用布啊，但是直接归皇帝管的那个机关用四，就不用布了。四是什么意思呢？四是四臣的意思。这个机关呢，是永远设立的，不会被更改，不会被撤销。其他那个机关不是用这个名称的，那个机关是可以更改的，可以撤销的。不是永远设立的，永远设立的办事机关称司。就皇帝下面有九个司啊，九个办事的机关啊。这个司这个字的来源我们要清楚啊，是国家办事的机关。清朝被推翻之后，再走向了民主了，民国了，办事机关里的事没有了。但是我们佛教活动的场所呢，依旧还称寺。我们对这些名词意义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夫子所谓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呐，常设的机关，永久性的机关。那么白马寺办的是什么事情？佛教教育啊！佛教教育的机关呢，称寺啊。跟皇帝底下的这个一级单位名称相等，所以道场我们一看到这个字就晓得道场是属于国家的，所以设方常住啊，不是属于个人的。我们再看中国历代丛林大道场都是国家建立，我们看到匾额敕建，敕建是皇帝命令建立的，不是私人。但是在历代私人的大夫长者，他们学了佛，晚年将自己的房舍、田地捐献出来，做佛教的道场，也很多啊。那么这些道场都归国家统一管理，制度非常之好啊。出家人不管这些事情啊，出家人要管理这些事物，是从马祖百丈开始的。这个可以说在中国是佛教的革命，走上一个新的时代。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，他们两位都是禅宗第八代，慧能大师的徒孙。
将佛法制度化了。这个历史我们要懂啊，制度化就把佛教正式变成一所佛教大学。从那个时候叫丛林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佛教大学。所以有主席啊，丛林主席方丈啊，校长啊，下面有三个纲领之四：守住、维诺、检阅。这三个纲领之四，首座是教务长，为诺训导长，建院总务长，跟现在的大学里面还是这个三个纲领之四，名称不一样啊，他的组织，他的职责完全相同，所以佛教在中国正式形成了学校。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。实在讲，中国这个教育，佛教教育比任何教育都要广泛。到处都有小寺院，那么往往有不少小的寺院接受大的寺院指导，他们之间没有统辖的关系，有联谊，在教学上有辅导的关系。那么这就形成中国以后丛林里面的宗派，每一个寺院有他独立的道风学风，成为一个学派，成就许许多多的人才。我在早年亲近方东美先生，方老师曾经多次跟我说，如果要佛教恢复，他说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。他这个话给我讲过很多遍。我们想想，他的话不无道理。现在，我们要想挽救世道人心，现在是非常迫切的需要。人心没有皈依，没有依靠，没有归属啊！每一天胡思乱想，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。这是大问题，不是小问题。自古以来，这些圣者、佛菩萨，他们有智慧，有慈悲心，热爱众生，教化众生，佛家讲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一些众生，
诸万物为善，诸万迷为悟，诸万凡成圣。所以，尽心尽力从事于教学的工作。所以丛林发挥了很大的效应。在今天还是需要。我在12年前，第一次到北京拜访赵朴老。那个时候他身体还很不错，我就给他谈起这些问题，他也非常赞成。今天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，科技发达，交通便捷，道场不要多啊，建10个道场就够了。将全国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集中建10个大道场。为什么建10个呢？佛教有10个宗派，每一个宗派建1个道场，不要分散啊！分散之后啊，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功啊！人力、财力全分散。能成就什么事情？从前到处建小道场是不得已，没有法子。现在很方便了，从北京到新加坡6个小时就到了。所以建1个道场就够了。每一个宗派建1个道场，道场用什么形式来建呢？模仿外国的大学城，用这个方式来建。你看我们到外国去看，人家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城市，值得我们去参观。这一个大学城里面，我们分2个部分，一个是修行的部分，一个是研究的部分。研究部分称佛学院，修学的部分我们称学会，像净土宗、净宗学院、净宗学会2个部分，合在一起，这是净土宗的大道场。天台宗建一个，贤首宗建一个，法相宗建一个，每一个宗派建1个道场，佛法就全面都复兴起来了。婆老听了之后很欢喜啊，这是个很好的构想啊，现在交通方便啊。就是坐火车几天也就到了，2、3天的就这个行程了，不像从前，从前要走路非常非常辛苦啊，1000里路走10几天呢，所以非常不方便。现在交通太方便太便捷了，所以一定要把人力、财力、物力统统集中使用，建大道场不建小道场，影响全国，影响全世界。今天你看世界著名的大学，每一个有志的年轻人都想去读书，
都很方便。美国的哈佛，英国的牛津，一天的行程就到了。时代在变啊，我们的思想不能够死在古老那个时候，不行啊，行不通啊。所以经营道场这些事物，交给那些人去办。我们全心全力做学问，学成之后，出家人要效法释迦牟尼佛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。我们从事教学的工作，教学。要不要场所呢？不需要啊！我的想法看法，将来教学21世纪教学，可能这些讲堂都不需要了。也许你们现在渐渐已经体会到，将来这个政府办公的机关也都不要了。为什么？每个人在家里可以办公。有电脑连线呐，所以看到将来电脑那个时代，人的生活方式跟现在都不一样了，不必天天到外面上班，在家里办公。你家里日常生活不需要到市场去买东西，太麻烦了。在家里电脑打上去，人家东西就送过来了。你的付款，他从银行里头去拿钱，人家把东西送到你家里来了，不要出门了。我看将来学生也不要到学校上课了，自家里了。所以整个把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改变了。这电脑的时代，你们不把电脑学好怎么行？不把电脑学好，你就被时代淘汰掉了。他们进入21世纪，你还是20世纪的人，跟不上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也要很认真努力的来学电脑。我们的同学们每个人都有电脑这时代在变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，万缘放下不是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不需要做我们只是认真努力研究教理。修学德行入佛的教育，德行摆在第一了。德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之处，培养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真诚心。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是菩提心要在生活当中，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去磨练接收。大乘经教的教诲，了解
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的关系，其中事实真相，通达明了，自然就晓得事情应该怎样做，才入法，应该怎样帮助一切众生。要把过去我们一些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修正过来。我们要认清楚，错误的根本就是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的念头，轮回的根本呐。如果不能舍弃，你就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。念佛也不能超越，参禅也不能超越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超越。你要想超越，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，自私自利的行为放下。大乘法里面教我们教得好啊，把念头转过来，起心动念呢，想到一切众生的利益，不再想自己。平等的尊重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帮助佛务里头最重要的一桩大事，帮助他觉悟，也就是说，帮助他放下自私自利。这个是佛教育啊，一切众生所需求的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、人民幸福就实现了。如果不通过这样的教学，谁肯放下自私自利？谁肯乐意去帮助别人？二无条件的，做不到啊！这些事情要靠教育。中国，我们古老的祖先有智慧，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，固然也有不少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但是跟中国古圣先贤比还是逊色很多啊。礼记学记里面就清清楚楚给我们说的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。把教学看作人生第一桩大事来办，这是正确的。人是动物，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人能接受教育，其他动物没有办法接受教育。所以人容易开悟啊。
人能明理，那不教怎么行呢？中国古谚有一句话，教导从政人应当要明白，搞政治这些人物，政治是什么意思呢？管理社会大众之事，这叫政治啊。政就是大众的事啊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社会大众的事情管好呢？古人讲了四个字，这四个字是秘诀：政通人和。关键在通啊，通是通达。换一句话说，问题发生都是哪个地方有障碍，不通啊，不通，问题就来了。领导与被领导的要常常沟通啊，现在讲沟通啊，交通啊，交往啊。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们在历史上，在现前也能够看到种族冲突、宗教冲突发生残酷的战争，什么原因呢？缺乏沟通啊。缺乏往来，我们今天在新加坡落实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，落实《无量寿经》的教学，我们跟不同的族群交往，跟不同的宗教交往，我们通了，通了就是好朋友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有什么问题马上请过来坐下来我们谈谈。通这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怎么能够通呢？教学就能通了。你不教他怎么会通？我们一个人身体健康。为什么会健康呢？全身脉络贯通啊，没有阻碍啊。如果哪个地方经脉血管有阻塞了，人生病了。由此可知啊，我们这个身体生病就是不通了。你看看这是一般常识啊，许多人要生病去看医生。医生首先问你大便通不通，小便通不通？这个通了，医生就晓得你是小病不是大病。如果这两个不通，那可严重了，那是大病不是小病了。治病治什么？就是你不通的那个部分把它打通，恢复正常，病就没有了。我们一般人用药物来帮助你。药物是用化学的作用啊。使你的管道畅通啊。更高明的不要用药物。中国人用针灸。用这个方法比药物好。
啊，比个针灸更好的方法呢？推拿，无非是打通你那个障碍的地方而已啊。可是最高明的方法，但是失传了，现在没人知道。佛在经上讲的念咒，最高明的方法治病啊。什么病都能治。佛经里面虽然留下的咒语，现在人不会念。念咒怎么能治病呢？用声音震动，把你那个阻塞的那个部位呀，用音声震动，把它打通。这个有科学根据啊。但是那个咒发音要正确。音量要正确，太高了也不行，太低了也不行。所以这个咒啊，从前是口传的。我们在古籍里面看，历史上记载看到，唐朝时候还有。西域一些高僧呢，还能用这个咒语来治病，收到很好效果。可惜的，现在失传了。我们看到大藏经的咒语不会念，念得不准确，音都念错了。所以那个通字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倡，特别认真努力做一个好样子啊！你看《华严经》，没有一样不通啊。上面通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声闻缘觉啊，诸天众神啊，下面到卧道众生啊，他整个贯通啊。所以那是一个最健康的宇宙，最健康的人生，没有一样不同，这叫学问，这个叫实学，真实的学问，大学问，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坚固不退。所以我们的退转不通造成的。你看人与人之间的误会，都是彼此不往来，彼此猜疑，越疑越深，越疑越远。如果天天往来，天天见个面，打个招呼，谈谈话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中国古人所说的谣言止于智者。有智慧的人是他怎么会谣言就止于他呢？他查证。你传来谣言，我要查一查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愚痴的人他不查证，听了就信，就认为是真的。到他这里就阻塞了，就不通了。那所以毛病就出来了。有智慧的人到他这里，他通啊，他去调查了。那到底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？一调查了，所以水落石出啊，事情就明了了。事发佛法了。人于事，事于理，重要就是一个通啊。通了就和了，和是和睦相处啊，平等相待啊，要不通，和平两个字，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，要真正能够做到世界和平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。
一切都要通常无碍。这个工作要靠教学，靠谁呢？我想了很久啊，只有靠宗教家来教学。所以我给每一个宗教领袖接触，我都是虔诚的祝祷啊，他们要着重宗教教育。宗教的仪式固然重要，教学更重要。只重仪式，跟其他的教、其他不同的文化不能沟通，教学就能沟通，沟通才能解决问题，才能达到和平。和是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我们对所有宗教里面的众神平等恭敬，这个是佛陀教育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坚固不退。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，无论是善缘，无论是恶缘，都不会退转。这一生当中，决定就成就。下面一句，执中得本。执是培植，种植种的种是多，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德行的根本是什么？你们诸位同学能答得出来吗？就在本经里头，古德的注解，注的是弥陀名号六字真言，这个是中德之本。他的话说的没错，可是我们听起来不懂。真的不懂。只听说过万德洪名。你听了不怀疑不反对，难得你有善根啊。现代一般年轻人、知识分子听了之后，他会问呐：万德洪名，真的还是假的？为什么念这一句六个字就是执中得本呢？他不能相信啊，不能接受啊。一定要懂得六个字里面的含义，它什么意思？名必有实，名实相符啊，它才起作用啊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两个字是称赞，这都是古印度的梵文音译，意思是皈依、皈命。南无是皈依、皈命啊。真正的名号啊，四个字，阿弥陀佛。按照字面上来翻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智，翻作觉。那你想想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觉悟，是不是众德之本呢？没错，可是我们念念呢，我们就能够成了无量智、无量觉吗？天天念念就行了吗？奇怪，还真行了。只要你念到一心不乱呢，无量智觉就现前。为什么？因为无量智觉是我们自性本有的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本有的无量智觉，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呢？现在是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掩盖住了。我们一心念这个名号，妄想没有了，分别也没有了，执着也没有了，就念这句佛号，用这个方法修定了。念到一心，豁然大悟，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没有两样啊。悟了之后啊，明心见性，自性里头般若智慧现前了，众德之本就出来了，就开花，就结果了，妙不可言。你一定要晓得，你才会真念，你才懂得怎样念佛。决定不是一面念佛一面大妄想，那个是把你的德本毁掉了，把你德本呢障碍住了啊。这是一个意思。说明白了，你就懂得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另外，世尊呢在本经给我们又做了一次解释。阿弥陀佛就是平等觉。佛在这个法会上问阿难尊者，你要不要见平等觉？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。平等觉完全从意思上翻过来了，我们懂啊。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只要你用平等心，
平等心就是觉，觉就是佛，佛心平等啊。心不平等是凡夫啊，平等就是佛。这个意思非常明显了。念阿弥陀佛就是修平等觉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时时刻刻保持你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本经的经题，清净平等觉。用什么方法保持？持持名号，用这个方法。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顺自己意思的，这生欢喜心。欢喜是烦恼啊，是七情五欲，把我们的自信障碍了啊，所以那个心才一动。阿弥陀佛，把那个心换过来了。逆境，恶缘生嗔恚心，念头才一动，阿弥陀佛就摆平了。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能把一切事、一切物、一切人都把它摆平等。那么我还告诉诸位同学，最好能把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都称作阿弥陀佛，我们的清净平等觉啊，不难恢复啊。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自信里头，只要恢复清净平等觉，西方净土就是我们自信净土。古大德常讲的，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啊，我们怎么会不成就？不但决定往生，而且决定上上品往生啊，不是生在同居土、方便土，生在十报庄严土，就看我们这个念头能不能转。关键是一念之间，只要你这个念头转过来，西方极乐世界不难去，很容易去啊。念头转不过来呀，好，那就太难太难了。无量劫又无量劫。这是真的，
我们过去生中修学无量劫又无量劫都没有办法往生，就是不懂得这个关键在哪里。像我们开保险柜一样，号码对准了，一拉就开了，对不准，怎么样也开不开。无量劫来都没有对准，现在我们这个号码告诉你了。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开啊？那么这是把执中得本这一句的意思给你说出来。可是你要问呢，怎么落实呢？也就是如何将阿弥陀、将清净平等觉落实到我们生活上，这是你真正修净土啊。你要不能落实，你还是枉然，茫然一片。落实，我们净宗学会在缘起里面写了5个修行的科目，这就是弥陀六字红云的落实。第一个科目，敬业三福。第二，六合敬。第三，戒定慧三学。第四，六度。第五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5个科目啊，不多，很容易记住啊。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能与这5个科目相应，这就是六字红云落实了。清净平等觉落实了。我们不能这样做，那你就是口念弥陀心散乱，不能成就的。念这句名号，名跟实要融合在一起，融合成一个。名跟实不能分开啊，分开来就没用处了。所以我们把经典里面的教训总归纳为这5个科目，这5个科目不但是净土教修学的根本，可以说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门总归集。三福里面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我们中国人讲的孝亲正事，这个是佛法教学的总纲领、总方向、总目标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谁做得最圆满？诸佛如来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缺陷，不圆满。
那就是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。孝亲尊师就有一分的欠缺，由此可知，什么是孝行的圆满？你的德行没有一丝毫欠缺，你的孝道就圆满了。你要怎样尊敬师长，做到没有缺陷？你圆满的证得自信，这个我们对得起老师了，对老师有圆满的交代了。等觉菩萨对老师虽然交代的不错了，但是还有欠缺，还有缺陷，由此可知，佛法教学彻始彻终，无非是孝敬两个字而已。开始就教孝教敬，孝敬做到究竟圆满，你就成佛了，成圣。佛教里头没有迷信的，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教导我们怎样孝亲。怎样尊师重道？行门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没有别的，学习而已。如何学习呢？始终不外乎改进。改正错误啊，就进步了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，天天改正自己的错误，天天自己的品德、智慧、德行向上提升。佛家讲忏悔，忏悔就是改过。但是改过一定要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，你才会改啊。知道自己过失，就叫做开悟了。悟后起修。修就是改正，把错误改正过来。可是凡夫愚痴，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啊。世尊清楚明了，他教给我们一个好方法。你不是看到别人过失吗？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看到别人过失，行，看到别人过失，马上回过头来，回光返照，照照自己有没有这个过失，于是你就发现了，自己没有这个过失，很好，无罪加勉，希望自己不犯这个过失。如果自己有呢，有则改之。这个办法好啊。
帮助我们呢，检点、观察、发现自己的过失。所以，一切众生皆是我们的善友，皆是我们的善知识，皆是诸佛如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给我们实现。啊，让我们一切时、一切处都曾经接触得到。啊，看到人家善的，我们有没有？有，很好，要保持，不要失掉。没有，赶紧学习。啊，看到别人有过失，啊，立刻反省，这个过失有没有？有就改。没有勉励自己不要犯这个过失，哪一个众生不是我的老师？啊，不一定是一定要教导你、教你书的这个人是老师，不是啊，你会学了啊。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，诸佛如来就是老师吧。一切人是我的老师，啊，是诸佛。一切动物、植物、矿物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我的善知识。你就成了善财童子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六乘说法了。你完全体会到了，你完全学到了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圆成佛道。这一愿愿文很长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